欢迎收看《霹雳英雄同乐会》。大家好，我是千毅。大家好，我是嘉盈。哎，真的，我们久违了，又回到我们的摄影棚了。那我们今天呢，一样要介绍非常多文创精品，介绍给大家哦。还有我们久违了的音乐大霹雳，所以请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哦。没错，那让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霹雳英雄同乐会》。掌握武林大小事，公开庭上万事通。欢迎来到霹雳公开庭，耶耶！我们是第一次坐摄影棚哎、欸，超开心的，第一次坐主播台耶、欸，真的，突然觉得整个档次都起来了，有没有超级专业的感觉，是不是？是不是？好，那公开庭一开始，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开始就要说什么哈，就是《蝶龙之乱》的最新剧集。是的，想知道我们的后续发展呢？记得每周三的晚上七点锁定我们的霹雳。线上看哦，那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 VCR。我爱你，帮我找出一个人。你要找好人，一个叛徒、欺骗者。叔孙，都希望了，你爱认我无？有证据。我定不定，有我决定。我发现，随我定回转天这边，下坠。我急转。霹雳英雄剑戟机，蝶龙之乱。是的，我们的木偶主题联展又来喽！这次的主题名称呢，叫做《诸神之战》，听起来是不是很帅气呢？那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在9月25号到10月25号，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那在我们台北展出的呢是死神，在宜兰展出的是无间炎神，在台中呢是白八旗邪神，那在高雄呢是黑八旗邪神。所以各位可以开始巡台一周啦，手到行动。那在9月27号呢，在高雄也会有我们的木偶见面会哦，到时候会莅临的英雄呢是我们天月版的剑子千机跟我们的龙秀大人。那详细的情形呢，可以上我们的霹雳网做查询哦，因为我人在高雄啊，到时候我可能也会偷偷的过去看哦。好的，那最近我们东篱呢出了一些新的精品哦，就是这个我们的东篱系列玉手铃铛飘带。那我们的东篱系列玉手铃铛飘带呢，一共有7个款式，分别是林血压、伤不换、但见太岁、浪巫摇、木天命、杀无声跟灭天海7种。上面有我们的东篱系列的英雄号，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查询哦。是的，没错，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的霹雳最新的 LU 夹。那我们再次出了2种款式，分别是我们的绮罗身跟翼旗型的版本，还有我们的镜涛君还有青阳子的版本。喜欢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在我们的霹雳网做查询哦。你们想想看啊，上班的时候或者上课的时候，把它从包包里面掏出来的那一瞬间，是不是会开心一整天呢？所以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哦。今天的霹雳武器试点要介绍的是北狗醉光阴的武器，叫做不告来。这个武器非常的酷吼，它的外观看起来像是一只野兽的兽骨，而且它的末端还有一个骷髅头，真是非常的帅气。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霹雳武器试点，不告来 ，Go。魔告来，持有者为北狗醉光阴。北狗名列五大传奇之一，创立实践刀法的冷酷刀客，
自幼与犬獒为伴长大。北狗的真实身份为醉光阴，昔日为替好友九千胜求得活命之机，与时间城定下契约，固守时间树，但在漫长的时间消磨下，遗忘了初衷目的。以兽骨为外形造型之刀，刀身由21节带有尖刺的兽骨脊椎所组成，刀身与刀柄交接处是有尖锐造型的腕骨作为躯壳，刀柄延续刀身脊椎造型，尾端为野兽颅骨造型，刀柄末端设计为骷髅头，透露阴冷杀气，全刀看起来俨如一副完整兽骨。风雾侵，清风色的熊，对邪狼，万问江山，对邪暗，万气修问。受尽一点暗，江东千山暗，都走表我向，顺风向，一袭青鸾，秀明中师，为绝一阵。将，就不无门的精神；都，就不无门的精神。失散和失散，不在铁剑上，硬弄；人在骨头中，硬攻。啊！武进不停风筝，受心灵要定，心锐强端，幸福定向。为何丢命？你的娘该由独孤独醉决定。水手之名，南北方向化解，无暇劈鬼用手，就是的。为何了？只见红衣偏人相，红流不换，红寻消斗之车。剑尘风云儿，难遇少年剑侠侦探，轩昂舞姬之首。潘玉只是一子，生性浪漫，自幼便心仪小水仙，与秦湖小水仙组成彭营小三仙，专门调查各种古怪现象，为南域最负盛名的侦探组。近来连续杀人案不断，小三仙不辞辛劳奔走，是要让真相水落石出。案件虽破，然而南域事端不断，风云儿前往调查海域之秘，精进仙人所留线索。不久以后，便是你这生日，除不是义父要送你。我明明是你求求，哪有什么生日？这又是什么物件？你生日之时炮灰遍地，心心必必真没习惯，先下跪了。你是我的儿子，希望你能继承我的一切。今日之上。你打算如何调查？希望三角洲凶险未知，为告避啊，不宜侵入。咱先将丽水水晶球夺手，勇敢。那我先传声通知天河，咱在海雾之外汇合。明白时机已至，潘玉直有意将剑姬之位传承。父子间最后的温情，是他毅然的诀别。
潘玉芝独自一探死亡三角洲，落入算计，遭遇吉星能而死。海滨之战如火如荼，听闻剑姬王讯，众人难掩惊愕，趁势脱离战场。潘玉芝之死让风云儿大受打击，更发现义父所给之礼竟是剑姬代表物，他不顾一切闯入禁地，希望带回其尸身。秦虎等人将之救回，并安抚开导。义父是剑姬代表物，看来老潘早就认可你，是为了团圆。我不想做什么团圆，我只想义父永远在我身边。我也曾经与你作伴，彼时是一名前辈开导我。你认得这四字吗？这分明就一字。我当时也是这样回答。当时前辈在行山上，只对我讲：“我吧，透铁龙便是你的，谁也夺不走。”行。玉佛爷刻意以潘玉芝首级以及玄昂剑龛为饵，欲请君入瓮。提死九门外，风云儿、小水仙等人一闯其中关卡，心知眼前之人乃是幻境，风云儿冷静应对，却难以深入其中。任务的途中，听闻念词之声，风云儿循声而来，香炉席给予的熟悉感令他多加留心。古今过会了，其实我是一名江湖的戏子，是人才。小初二，你看有人才呢。夫人，你林公子想看人才吗？那不如我就献你一段。哈，秀才龙，秀才龙，浪金赛贵河东，王赛未得过，鸟翅后壁对，对未到，必得过，得过到，惊未报，未报挂路高，王赛入门高。状元真惊好彩头，好彩头！桓英师太意外见到两人血意相融，对他们之间关系有所推断，便修书欲告知香炉席的兄长玄昂武姬之一的詹云金。然而消息并未如实传到，醉人岛为了计划带走香炉席，并杀害桓英师太，让风云儿失去与母亲相认的契机。香炉席自疯癫中清醒，明了执着于仇恨会使兄长为难，最终他选择陪伴挚爱，自尽身亡。风云儿听闻噩耗，心痛不已，意外引发体内封印之力。有些去猜定神，今日出事在即，此作虽非由我所出，乃情缘运用，但终究是有些今日一旦丧出性命，流情修读这个飘红岗，必然将就此破灭。夫人，说不不我已无人在此。好，原来风云儿乃是灵族金元所结的灵之子，由毫不知情的香炉席孕育而成。风月主人不愿灵族计划得逞，将他与死婴交换，并封印其身上金元。如今东窗事发，代行者将灵之子带回，并取走他身上金元之力。后元苏醒，将起灵族征途。风云儿精气渐失，奄奄一息。天扇子见状，决意带他回虚丘之顶。虚丘上，天窍则命定之人，七心相助，天扇子陪同入天窍秘境，助风云儿修行。我心有定。那是我
乃是你之喷溢之心，喷溢之心，念之所至，心无所至，定念随我来。所以这样挺好，挺好。你通过这道考验，首端知风云而本命卦横卦，并与横山见折仙之物相遇，之后考验依卦象而起，听胜子亦留在天窍，各有所悟。两人亦师亦友，相互激励。风云儿于横山修炼，时间快速流逝间，不断精进自我，层层突破。却在突破七天之刻，天窍有异。他欲寻天山子，却是察觉邪气，并见到幻海地鹫入侵。此时邪皇之躯与侠仙若师的悬空真气，意外制衡此现象。风云儿被天窍擒住，便先前往南域一探。运途扩张，昏床肆虐。风云儿与天扇子相遇后，各得情报，决定分头行事。风云儿，有缘有气，不是地球风景。你相信缘分吗？信，自然信。认识你，就是难得之缘分。我也信，请。为何这处回兵？归魂孤魂，却是就此失去天扇子的下落。最终左屋就传来扇主王室恶讯：正金体玉辉抗，伊明明有录取的机会，可以反悔，但他意志坚定，我心中一生奉献一封印，我能确定死者至最后一刻不沾有悔，我并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意，懂得无私奉献。我明白，一向真心待人的意，懂得温暖自己的状态，不让人有利。我更明白，爱人自爱意，哪怕只剩最后一分力量，也要保全他人。我就是明白，就是完全明白，心才坚定。这真不甘，这真恨，恨自己不能在他身边分担。风云儿将此讯息告知秦虎等人，众人已有规划，他便先着重在阻止温床扩张以及寻回天扇子尸首上。当他与魔夜听见随着感应前往一探，却见受空的敌下快剑与天涯沦落人逼命而来，更有极心能袭击，风云斩为保主人之命应声而断。之后风云儿顺利重建边墙，防止温床扩散，并得知寒雨之主正在麒麟阁，便前往一寻。是的，我拢听说了，在修罪仙最困难的时候，我不在伊身边，这段时间你伫咧帮修水仙，我是来表达谢意。如果我也是过去风云儿，我作弊人生，作弊。而且天命在身，我知影男女情爱，亦非自己能停留。既然修水仙心中人是你，所以我选择成全。天心之之修，我断不可能放下。红人的威胁，如果注定有人的牺牲，那我宁可那个人是我。我为洪财低估你之决心道歉。为公告者只为一事，你能答应我，不好好修罪心吗？风云儿明白，自幼便钟情的小水仙如今心有所属，他有了觉悟，只要对方拥有幸福，即便再难放下，也会流泪选择成全。
詹云金为南域未来决定动用云天六卦求解，光练索命却是朝向意外来此的风云儿。詹云金情急之下强行递命，也因此得知两人的血脉关系，迎来一场生旧相认。九夫，救我救我，如是夫人是我亲娘，我是你的心意一言难尽。苏华龙人以及你母亲生前受人建成风云来，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就在秦湖受灵毒所致之时，风云儿及时来到，先天之能除去邪毒，与剑谪仙相同的气息，暗示着风云儿与剑谪仙之关联性。为阻皇陵，众人以五支剑阵一会，力量集中于剑姬风云儿之身，其余四人一旁相辅，皇陵剑落下风。迎三风雨棍。杨州风雷棍棍，风贵九雕分神雕，风云儿历尽传体。是终极最小之心，突进！风飘起谷，但棘手的推灵计划仍然破局，困锁黄鱼的计策失败，风云儿郁郁寡欢。这个苏三喜，曾经我以为我不干。也未再回来所在，周医生，救父，我曾以为会得天机，将你母亲留在周医生，便能夺取你母亲一番正确的悲剧发生。但后来事情也是发生了，你能体会那时我对自己有多大质疑与自卑吗？一定比我现在更痛苦吧？我只求我分不清是梦境，却又弥留之际，我终于又看到你的母亲了。伊的话如东条棒喝，叩醒我的梦魇。大哥，你糊涂了！你这一生正经的占卜命运，不就像这文龙连水游戏，只有无数的选择。以及无所谓谜底所破言之声，咱所讲的每一个答案，不就是破案不同的结果的一种选定？小妹弟，大哥，你是关心这乱了，这道理我用生命明白了。小妹命运，源于自己的选定，将来就不能怪你。我选择了爱，选择了这条冒险。是如是心甘情愿，又何苦总为难自己？母亲即使依旧忠于自己的选择，真是简单能最高，又激动世事万变，出乎意料。那变幻中的不变，便更加珍贵。从那以后，就乎对敌与敌敌，便更有体悟。如果你无法维持不变之物，那这世界将因你之放弃，变得更加面目全非。想未到母亲教我的每一项道理，实在伊的信心，以你的智慧，料想不难体会。但真正面对时，便又是另一种心情。但希望你不忘初心。多谢舅父，让我更了解母亲。有你相陪，我才敢回到此地。相信如是风霜有地，东北感欣慰。行吧，咱要趁这时间要做。好，舅父，咱行吧。詹云金借由怀念小妹如昔，告诉风云儿这一路以来自我的体悟，让他有所感触。五段绝运之局，在刀僧还情的牺牲下开启，秦湖的旧伤也在此时受到治疗，风云儿陪伴在旁，并等待时机。即便白发苍苍，
却仍保持着那份少年心性。他明白自己未来将扛下重责。如今黄陵再次逃过逼命之客，再来将难以杀除。风云儿提出想法，望詹云金擒狐，前往天窍秘境修行，突破自我，创造斩灵之机。天意自有归家，此刻奴家想法连水，吉灵水还有几次，已经完成一夜天命。再来，就是您的工作了。我必将红林注意，最后一问，为何我感觉伊农家是非错见？一心一日执行金木，一日一心金木执行。月琴老人给予的熟悉感，让风云儿开口询问，却换来了剑谪仙的四句话，要他好生思悟。天一生水，为守护天窍秘境，群侠布三关，更欲借机寻找黄陵死穴。风云儿与霍玄奇、王权、秦甲仙等人立于守关，配合陷阱与之拼搏。雷公犀利贯顶，好。回去小心情敌地面，我想不便开了，应酬叮当公干公文李三郎专研修正红林轻轻骨修。众人连续出手，彼此相助，最后一关玄真君更是不顾自身，定要守护一切。入湖双桥出关，目的已成，迎向最终的斩灵之意。此时却见死亡三角洲有异常现象，风云儿等人前往一探，却遭潜入海中。后援血昆仑欲以灵之子当媒介，吞灭生机，占领大地。邪昆仑入侵意识，操控风云儿之躯，以极星能横扫南域，生机尽灭，遍地残骸血肉。不可，不可伤害众人。您记住，伊乃是修炼情缘所运化，注定摆脱不了人之控制，情杀只是多路。即便风云儿挣扎，亦摆脱不了强大控制，更在屠杀过程中渐感不知。众人虽极力拦阻，但陆虎死亡的身影映入眼帘，最后一根稻草压下，风云儿心智遭受影响，精神已临崩溃。龙秀、剑子等人察觉血昆仑弱点，将之引至炽热地核一战，并想办法唤醒风云儿意识。神鸟无疆，勇猛者，一兵一将，为心同心，聚集圣人，拯救天地之神，风波之患，一昆仑定是修罗衰凋。哦，有此理！却见天窍主宰小秘宝遭受吞噬，血昆仑身具天窍地救之能，无人可撼其威。然而一切皆是赌命计划，小秘宝借天窍所留凝视，詹云金、秦湖、天扇子的身影出现在精神意识境内，支持着风云儿，提醒他定念持心，谨记恒之意义。对不住，你在迷雾，因必将你惊团。要得你那四日吗？一日一心，四曲穿梭，维持入心之本。一日六万千点头，如何不与纷扰所困？这是行之修行，
此时更见光芒异彩，失落已久的轩昂剑龛出现，横山剑谪仙再现尘寰。当年一战，剑谪仙虽亡，却将神元寄托在灵芝紫金园上，钻击着血昆仑的贪婪，欲在日后与异世境内彻底将它消灭。车马已经告落。依旧是这种胡怀般千叮嘱，是必君气之前干戈如何定了？成亲是必然的过程，那是属于你的生存方式。你的族民依照你的意识为你征战，无代表因一定要如此生活。黄昏日，民族之天性，为一条一色可干，可以。风云儿不愿赶尽杀绝，他向天立誓，只愿战火就此平息，望与灵族和平共处。血昆仑答应条件，解除南域温床之围，命灵族安心立命，而他将永眠风云儿意识之内。剑谪仙尊重其选择，并将责任交托，风云儿恢复原貌，异灵之祸就此告终。走访故人之地，怀念往昔，收拾心绪。南域战乱平息，协助重建家园之后，风云儿步青天，踏风云，承接天命。天干气候，婚礼无天命。这段由剑谪仙开启，琴河千门间天仙座传承，风云儿承接的天命。在树根降临之际，随着仙物降龛，着仙人的回归，即将再开新的传说。以空作辟，秋水定魂曲，天地一窍无用，都一剑一时极。武松半百里，武圣定武时，试问得仙何处？行山为观音劈。未来，他将带领净玄客再起新的传说。欢迎回到霹雳英雄同乐会。那今天呢，又来到我们久违的音乐大霹雳啦。那今天要介绍两首歌曲，就是我们霹雳冰封诀的片头曲跟片尾曲。那片头曲呢，是我们自从所演唱的逐日，那片尾曲就是我千亿本人唱的飘浪诀，请大家多多支持。那接着呢，让我们一起欣赏 MV 吧。暗混沌所在，真少看也看袂清世界，渴望破开尘埃，占光明的未来。风光也好，无敌也罢，只管一心拼搏输赢。我要对别人，管伊千万里风沙。开盘看哪，天地啊，我无畏，无所谓。手握一支桃点，手握一路有风，日烈火的希望，车在行动，梦上风，抓紧幸福。我过山，我过海，我过空也大风，伊嘛会上升。是讲不知啥是重用，就要我故乡灿烂太阳。
爸，这款的心病无需要。我要对别人管伊吃万里风沙，飞奔看哪天地两宽，我无畏无所谓，手握一支桃点，手握一路有风，日烈火的希望车在行动，梦想风抓紧幸福，我过山我过海，我过空也大风，伊嘛予伊想象。现在伊就讲，不再写信中央，就要我故乡灿烂天佑。天边日对球那天空，泪水吹了心骨将不忘，强坚强。手握一支桃点，牵我一路有风，日烈火的希望车在行动，梦想抓紧幸福，我过山我过海，我过空也大风，伊嘛有伊想象，嘿嘿一空不再现实中央，就要我故乡灿烂天佑。
人风送影风波听风雨定人听卡多观眼思故找我情路好，那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哈烧星偶像是最近在剧集里面非常活跃的玉龙影视。那我们特地帮大家整理了一些他最近的一些事迹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哈烧星偶像玉龙影视。玉龙影视。玉龙影视岳云深，河图实质排行第二，不世出的影视高人，通晓诸多武林上不为人知的秘辛。为对抗异境魔神，为祸普尽而入世，协助中原正道对抗炼魔塔等，并借助好友武神毒千秋的力量对抗醉神虚无。岂料虚无融合毒千秋之力，成为创世神无。玉龙影视筹组第一次逆神之战，以失败告终。便与文太公里应外合，成为神无的目标，暗中商请莫昭奴筹组第二次逆神之战。在消灭创世神无后，更协助西窗月对抗诸事之末，最终与众人一同阻止魔火莫伤之祸。岂料久远前的灾祸，异央汉族再起，岳云深尽力阻止汉爵现世，成为长子之志的目标，被宣告十天内永除其名。玉龙影视起初昔日好友剑哲仙传人剑风云，加上好友易天玉协助，究竟玉龙影视此次能否顺利化解死结？好，那节目又到了尾声了哦。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的 DVD 封面抢先看。是的，没错，第三章呢就是我们的易天玉，然后第四章呢是我们的月无缺。那本周呢，我们的霹雳布袋戏啊，即将来到新的篇章了，就是我们的霹雳冰封诀。对啊，请大家多多支持哦。是的，没错，接下来要公布我们的有奖征答的题目咯，大家要赶快听清楚了。我们这一次的有奖征答的题目是冰封诀的主题曲名称叫做。是的，赶快扫描我们节目上的 QR code 登录页面，然后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哦。那我们的奖品除了有霹雳线上看的免费序号之外，还有很多精彩的霹雳精品哦，请大家多多的参加。是的，想知道更多的霹雳讯息呢，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霹雳英雄同乐会以及我们的霹雳网哦。那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周日的晚上八点。是的，没错，那也可以在隔周一的晚上，在我们的霹雳 YouTube 线上做收看哦。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个礼拜的节目。霹雳英雄同乐会，我们下周见，拜拜。